决，打完收工。抱歉，请和我走一趟吧。喂，你不断的压住案件调查，是觉得自己可以一个人维持状况吧？那要是你没有成功，把一切都搞砸了可怎么办？你有想过吗？别想了，正是你反应这么大，不正说明你已经被感染了吗？那我就偏要说，侠气冲斗牛，一剑没效。我本想和平进去，杂鱼打得没劲儿，还没结束。你虽然看起来很生气，但打起来可是有留手的呀。你很怕破坏这里的藏品，对吧？百年之间的伟大盛典，尊贵的艺术藏品，托莫菲斯百年来的秩序和诚意，你很怕这些被毁掉，对吧？别想，你要干什么？那我就要毁了这一切。山人出马，轻轻松松了。